州桥位于哪个省份？赵州桥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，开创了中国桥梁建造的崭新局面。那么，这座中国现存最早、保存最好的巨大石拱桥位于哪个省份呢？赵州桥坐落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的蛟河上，横跨在37米多宽的河面上，它在漫长的岁月中，无论经历多少次洪水冲击、风吹雨打，还是冰雪风霜的侵蚀，甚至遭受8次地震的考验，仍然安然无恙，巍然挺立在河面上。这座由隋朝的石匠李春设计和参与建造的赵州桥，不愧为天下第一桥。赵州桥不仅是石家庄十大城市名片之一，而且还是国家 4A级景区，适合游客参观。此外，建议游客最好在雨季去，因为雨多的时候，赵州桥的美丽更能被凸显出来。